我们始终不办高升，我们力求直播传真。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25日，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中涛何许人也？青海省中涛局长的传闻，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钟涛，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钟涛，男，汉族，1965年4月生，广东揭阳人，大学学历。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副厅级，中文名钟涛，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广东揭阳，出生日期1965年4月，人物履历2016年4月，任青海省人民政府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副厅级，青海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处长。2018年11月，任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副厅级。任免信息，2018年11月29日，青海省人民政府任命钟涛同志为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副厅级。关于青海省钟涛，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的传闻，有匿名人士提供消息，匿名人士听说温哥华有传言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和海外有关系，据没有经过他本人确认的信息，在温哥华飞机场附近 BC 某某大学的餐厅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看上去有 90% 高度相似度。此女性与钟涛局长有亲密关系的 K 姓女士有关系。匿名人士称，钟涛局长请温哥华带来的东西经由小康妹取走，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茶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谈，孟斋致意。匿名人提供性丑闻和食品安全丑闻爆料的消息，请免费订阅海外华人直播的频道，也是信息是道听途说，不代表本台立场。参考资料一，青海省人民政府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领导。青海省人民政府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016年6月5日2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青海新闻网2016年4月6日3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杨汝坤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青海省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18年12月3日我想对于很多不太了解朱令案的观众，能否请您首先用几句话来非常简短的概括一下这个故事。先说朱令这个人，他是清华大学1992级的化学系物理化学与仪器分析班的这样的一个女学生，原本是一个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非常幸运的姑娘，父慈母爱，性格非常开朗和外向，然后从小到大都非常的出类拔萃，聪明博学，多才多艺，她弹奏钢琴和古琴，然后她是女孩子们都非常羡慕的那种姑娘，高挑修长，皮肤白皙，面容清秀，从小
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一路都是学霸，是那种非常耀眼的那种女孩子。那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悲剧的话，此刻的她应该已经到了美国，到了欧洲，成为一名颇有成果的科学家，可能还有幸福的生活和其乐融融的家庭。但是在21岁的这一年，1994到1995年，他的受到的命运的眷顾是戛然而止。1994年12月，他第一次神秘的病倒了，住院了几个月之后有所好转。95年春节之后，3月份他就坚持回清华去返校，结果第二次病倒，这次非常的严重，他住进了协和医院的 ICU， 深度昏迷将近半年的时间。当时中国最好的医生们束手无策，不能够确诊他到底是什么病。然后他的高中同学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如此漂亮和优秀的女孩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他们想到了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很少人听过的互联网，向全世界求助。这是中国的第一宗互联网求助案件，很快就得到了雪片一样的回复。很多的医生给了一些就诊的意见，然后他们众口一词的提到了同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叫做他，就是左边是金字旁，右边一个第三人称代词，这个金属元素读他。这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金属元素，它的化合物是无色无味，极易溶于水，但它含有剧毒。人一旦中了他毒之后，那个症状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肢体剧痛，大量的脱发，视力全盲，对于大脑神经和机体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侵害。那清华大学当时是断然否认朱令有接触到他的任何可能性，协和医院不由分说，没有经过任何的检验也就排除了这种可能。于是朱令错过了最佳的就诊时机。那当终于历经波折之后，他被正确的检测和确诊，医生们终于开始对症的去为他解毒的时候，已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那最终解毒了，他的生命得以保存，但是他永远失去了曾经的灵动和美好。他双眼全盲，下肢瘫痪，语言能力几乎不复存在，智力只剩下几岁的小孩的水平。这之后，朱令中毒之后的25年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25年，这个神秘的案子就一次又一次成为了中国网络的焦点，接着又一次又一次的被人们淡忘。现在的朱令和他年近80的父母住在北京远郊的小汤山疗养院。那么这就是过去这25年关于朱令大概的故事的脉络。那么您对这个为了写这本书做了很多的研究，您认为就是简短的说一下，用协和医院还有当时警方在处理朱令案件的时候各自有最大的失误，您觉得是什么？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感到好奇，就是您在为这个书做这个调研的时候，是不是遇到相关单位的阻力呢？在做调查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协和啊、警方啊，还有清华，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单位在中国都是权威，那么作为普通公民，你去挑战权威，这是就可以想象的是非常艰难的。朱阿姨就曾经说过，在她和协和博弈的这个过程之中，因为信息这个太不对等了，太悬殊了，就感觉是大家，比如说家属的心焦如焚，朱令的高中同学们、北大同学们，得到的这些信息，还有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包括新闻媒体的压力，都像一个个拳头，没有用的打在了那个协和的厚厚的傲慢的外壳身上。因为协和会说，我们是世界级的医院，我们是最高水平的，你们不懂，你们是外行，你们不要给我们施加压力，去干扰这个医治的过程。那作为家属很害怕，因为女儿是要在这里治疗的，这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那他们就不敢再去表达了。那清华呢会觉得学生出了事儿，你知道在中国很多单位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就是先捂，出了事儿以后先捂先遮，不要让事情出去，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然后先想的是怎么撇清责任。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比如说毒物管理是否失职，比如说保护现场，在1995年4月29号，当时已经知道朱令是被投毒的，朱令的家人去跟清华派出所报案之后，清华却说我们没有能力这个安排同宿舍的人转移宿舍去封存现场，而是过了7天之后，才去报案，才去采取相关的措施，这造成朱令的物品非常关键的物证2次遗失，那已经永远错失了这样的一个破案的机会。那包括警方啊或者司法体系这个后面的权力的博弈，可能就更加是难以想象，但是因为不够透明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环环
相扣，就是朱令好像很多倒霉的事儿都让他遇上了，他是一个个体，却也折射了这个大时代和大社会的很多的变迁。如果我们的社会中的每一个单位更多的能够去尊重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一个普通个体的生命，这个家庭的尊严，可能情况会不一样。宁馨，一名举报人士透露，清华大学捂住真相是类似情况发生可以发生任何国家。加拿大某大学和大型餐饮承包公司涉嫌掩盖食品安全问题和工作场所性侵害、性丑闻或者性病可能污染食物的事件，希望有独立机构或者皇家骑警深入刑事取证调查。匿名人士用良心提醒受害消费者要长期保存收据，因为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晚上七点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记世家赞助播出。订餐电话 510-465-1888。